解决，令人火大，该死的卓兰竟然变新闻。出现啦，滴答！有一次经验，我就不会再被骗了，呵呵。卓兰竟然变得有头发的轻轨了，真是太恐怖了。哎，这次的轻轨比较聪明哦，应该是卓兰的关系吧？哎，他跟着我一起过来到。哎呦，这次会越追越久。没办法啊，卓郎都变成鬼了，不是变成怪物的饲料了啊，没办法了，管他的，我能活着就好，我在管他是怎样的，你给他吸狼耶，很恐怖好不好？开门。存档，丢，又是一个新地点哦，真麻烦。出去了吗？嘚嘚嘚嘚嘚嘚，有本事你给我追上来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怎么样？结局了吗？我拼命的逃到街上，怪物，那个怪物也没有再追来了。口花也得使用呢，乖乖。那个蓝色怪物究竟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就让他们现在显然行踪不明。正常啊，都不吃了。你是怎样啊？有更多受害者是吗？我不想再玩第二遍了。这是什么热源体吗？还好我不是用 VR。结束了，终于把它给搞定了，太恐怖了这个。对，好。为什么他结尾没有声音就啊的一声，通体舒畅。过关时间1小时46分23秒。怎样啦，瞧不起我。如果主角名字是时间的话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主角名字是时间的话。一小时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讲他最后讲的那句话很有。很让人可以思考一下。好了，这个留给大家自己思考。那我至于我也不知道了。那没关系，轻轨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其他的系列，就在左下方点个订阅。轻轨这系列结束了，我们其他系列再见吧，拜拜。